气瓶为什么老是还是不够，不里面的容量还是不够，为什么？还是老问题啦，跟讲都还是一样啊，还是一样没做啊，讲一样没有用。那你觉得？老问题了，气瓶为什么老是还是不够，不里面的容量还是不够，为什么？只是偶尔讲，而且听他说也是那个氧气瓶用尽了，才会发生这种憾事，而且一下子就爬到九楼上去，不晓得，还是老问题了，跟讲都还是一样啊，还是一样没做啊，讲一样没有用。